怎么有人一开始就被关起来了啦？你这么烂呐！来来来，好玩游戏来了，荒野行动，他们最近呢有很好玩的活动，应该说很好玩的模式。这边有一个噩梦边缘，有枪的鬼抓人，你们可以这样子觉得。今天的任务就是开车出去急救包，自我治疗，绷带治疗队友，治疗队友好了，我觉得我没什么用，开车开车。 Surprise，motherfucker！我靠，出去外面了吧？吓我一跳！一开始叫我旁边啊，这么嗨哦！谁去负责把他那个啊，把他那个柱，你知道吗？把他绊住，我们成功，我们来解锁密码。这个任务交给我，你们任务就是把他绊住。哇，为什么没按到？他在手撕啊！ 对啊，我没有调到我的那个麦，先不要用Discord。怎么有人一开始就被关起来了啦？你这么烂呐！好，我这我92%了，我要去帮忙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先去，你们先去，先去帮忙。我这个保险柜开了，快快快去帮忙，快点！啊，来不及了，抢救抢救，这开了吗？门已上锁，请先开锁。先去远一点的那个，嗯，这是开了吗？我在修。 对，还有跑马灯呢，上面是一台 Nokia 手机吗？横的，3310，我这边又开一台了，哇，心跳，心跳加速，哇，那一台还有哪边有？哦，很棒很棒，剩一个，哇，那一台在那边呢，那个我在修最后一台了，你们想想个办法。 我心跳，我心跳了呀，我心跳响了，这个人太恐怖了吧？怎么办呢、啊？他跑到我刚刚修的那台保险柜了，让我怎么修？这里超恐怖的啦！他一离开过来，我这就要讲哦，我很认真。我们的舅在干嘛？66%，69，72，79，82，85，88，92，95，开了开了，车子找车子，快快快！舅有没有去车修车啊？快快快，我刚要车子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他在这边哎、欸。 那怎么办？我自己出去可以吗？救嘞！救已经走了，他直接先走了，我出去了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救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？<笑>我还在想说要等他哎、欸，结果。 他给我自己先走，玩的不错，玩的不错，我来抓人看看，我逃出去基本上没问题啊！哎、欸，对面两个30的，还要一个那个什么框框的，是要欺负我是不是啊？我3等而已，自觉增强，注射药，幽灵闪现，我觉得我追不到人，应该要闪现。我听到人的声音了，外面这个一定有人。 躲啊！哎、欸，他怎么没用到？哎、欸，你打完人也停太久了吧？想走哇？想走？哇，我真的很强，我好变态，哪有？我就是天生玩鬼的。 你是不是欠揍啦？哇，这个歪掉了，难呢。哇，这个我拿枪了。哎、欸，人呢？哇！ 这个很强，这个很强，这个晕太久了吧？哎、欸，打到他怎么没死？这个有点难追、欸，这个。
没戏啊，厉害戏啊！哎、欸，等下我的那个电突然掉下去。倒了吧你！哇，他们剩一个保险柜了，怎么办？因为还有一个没开的吧？守一个保险柜，守一个人来了是吧？小妞，小妞，来吧，小妞！哇，这附近的冰柜很远啊，很堵啊，他应该会救出来他。这没办法哎、欸，我总不可能这样守尸也很没品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太难了啊！这个转，哇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怎么都没打到啊，好奇怪哦。为什么啊？哦，好难打。这几个人是堆尸是不是？啊好啊好啊，够够算啊，好够算啊。Hello， 他真的很固执，知道吗？这个又不是只有这一台，为什么你们不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个啦？这两个人真的很高追耶，还手太短啦，这样子怎么样？要不要投降？气死人了！大获全胜！哎，刚刚那两个三十等，我还以为很危险，很危险，结果。没想到是我很强，我很强。